有空吃顿早餐。哎，谢谢你能抽空过来。你要搬走？是啊，这里房子到期，我们的婚礼取消，我也有计划新的生活。而且你真的没问题吗？我希望你能了解。我也想清楚，我们的确是再也回不去，而爱情其实也没有所谓的成功与失败，至少我们还有美好的回忆，足以伴随我们走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觉得我必须离开这个城市。你可以去美国啊，去找安吉，毕竟他一直都在等你。我要去的是马来西亚，那边的市场刚刚建立，正好我也可以大展拳脚。也许你说的对，跟工作相比，感情是占我生命20%，但如果这10%不是，我宁可。你知道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，对婚姻是既渴望又害怕，害怕婚姻导致爱情的，所以我一直在逃避，迟迟没有跟你承认，没想到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不过谢谢你让我意识到了爱情的真谛，虽然为时已晚，但我祝愿你永葆天真，永远快乐。你要保重。你要回来了，你家看几点电影？在家吗？
天上看着我们吧。我现在这样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完全的消失。我不想让依依看到我这副样子。过去的她已经沉迷在楚天琪的感情中，挣扎了那么多年，她好不容易走出来。我不想再给他增加那些悲伤的回忆。但是我真的好想他，好想见他。小叶，不要难过。人们总是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从来没有想过用心看世界。我原本以为你已经参透了幸福的真谛，我可以放心离开了，却没想到你还在遭受这样痛苦的折磨，实在放心不下。走以前，我一定要再回来看看我的小孙孙。傻孩子，奶奶晓得这些年你从来没有放弃救奶奶的机会。可孩子呀，人生有离散，你总不能一直为了奶奶而活着呀。你要学会放下该放下的，你更要学习珍惜现在该珍惜的拥有的一切。你当初要不是为了救我，你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苦难。你应该像很多幸福的人一样，颐养天年，寿终正寝。难道是因为你才会受那么多的苦难？我做这些只是为了弥补我的过错而已。小野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守护你是奶奶的责任，即使是付出生命也是应该的，就像你也会用你的生命去守护依依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不一样，我是她的专属守护者，我必须。是奶奶，也是你的守护者。你是我最钟爱的小孙孙，我的责任就是守护着你，看着你长大。可是很遗憾，我现在要提前跟你道别了，但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离别。那，你看。记得这个吗？记得。这个怀表遗失好多年了，谢谢你帮我找回来，让我苏醒。原来是怀表修好让你醒了。守护者训练分不同的阶段，不同的形态。
潜能开发的程度取决于自身的努力，成长总要经历很多磨难，勇敢面对一切，不要回避，也不要回头。妹妹，你不要走，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要对你说。妹妹，您别走好吗？奶奶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至于以后怎么样，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。何依依，能相爱一天是一天。王牧野，王牧野，你在家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都做到啦。
记中的寂寞凝结这瞬间，窒息了流传不受控的情感，寂寞全面覆盖后变成了失语的世界，仿佛城堡过境。你们怎么就这么残忍，这么突然？可他就再也不能相见了。与你一相见，不管未来是什么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可是上天不给我这个机会。是上天不给我这个机会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避不开你的眼神，引我浮上你的唇，能不能就拿掉口是心扉，别自尊。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那天你不愿意长出。你看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现在还可以把火生得这么大。反正平常都是你在煮饭给我吃。我答应你，从现在起，你不想做的家事，都由我来做。这么老，如果你就站在我身边。以后都知道要好好告别，谁像你，什么都没做就这样走了，什么都没留下，然后就不见了。好啊，大家都不理我了。你也不理我了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都不理我，在这里看到了最漂亮的星空，还有流星雨。如果你现在还在我身边，
虽然没有流星雨，但我们还可以看萤火虫。脸上的心事终如影随形，陆爷，我好想你哦。急于寻找心动的蛛丝马迹，可以练习隐藏心中小情绪，不要不见心不行，两颗心没有距离，别忘记彼此曾经。为什么我明明觉得你离我很近，可是我却看不到你？故事结局也许不尽人意，我现在也不奢求别的，只希望可以再见你一面，哪怕只有一秒也好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你能不能好好的跟我道别，让我可以彻彻底底的忘了你？依依，我不想跟你道别，我不想和你分离，我不想，不想忘了你。可以练习隐藏心中小情绪，不要不见心不行，两颗心没有距离，别忘记彼此曾经。倒转的沙漏能否回到过去？故事结局也许不尽人意，在天亮前别放弃。我知道你就在我身边，一直没走，我知道的。如果你有什么理由不能见我，没关系，我会一直等你，一直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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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周一，我要回雷奇峰上班，下礼拜再来找你。傻瓜。喂，安娜，怎么了？你先别哭，我会好好说。爸爸刚才晕过去了，医生把他推进了手术室。我好怕爸爸会死掉。你不用怕，爸爸不会有事的。依依姐姐，你可以过来陪我吗？可以可以，好，你先在医院不用动，我马上就到哦。你今天乖乖在那边待着，我马上就到。手臂严重的坏死了，经过手术后24小时会醒过来。
但是不知道病人是不是能够接受受病可能是终身残疾的事实。这么高，大白天的我看不到你，难道你是鬼吗？这箱是你订的保洁用品，确认一下，如果没问题，麻烦这里签名。借给我的一个考验，我当时没有好好用心体会，直到临来临，就代表着美好日子终将结束。从此以后，就算我在依依身边，他也对我视而不见。这就是我爱上被守护者的最大惩罚。所以我是完成了我的阶段性目标了，我是要成为守护者了吗？全世界只有依依看不到我，真的是最可悲的下场。顾爷，是我们，知道你在家呢，开门。顾爷 ，bro。这几天在老宅，作息规律，也顺心了很多。你倒是顺心，一个人过着小日子。我倒是有点恐怖，对吧？你们家那个，为了找你这几天，快把整个城市都掀翻了。我估计这外天的水也保不住了。你说你们这小两口吵架，差不多得了。对啊，木爷，你要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？你可以说出来，说不定我们都能帮得上忙呢。我只是想安静几天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挺好的。可是你，老爷，我刚开车开了好久，真是饿死了，没怎么吃的。吃完饭要不要收拾收拾，跟我回健身房啊？我说真的，平时躲在这边这么远不省事，打冷战跑这么远躲着，我来看你一趟，好好留下。四主，苗苗，我很感谢这一路有你们陪着，这份真挚的友情会一直好好珍惜。是。
说了要分离似的，你干嘛呢？兄弟，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既然是兄弟，就没有散的道理。这不是谈恋爱。行了，你跟依依吵架，我一直都能出卖你。这就是兄弟的义气。说什么？你神经病！好好吃饭。我是真的不干净。木野，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份感情来得那么不容易的话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不要放弃，好吗？多吃点。爸爸，你真乖，今天喝完这碗汤，你就会赶快好起来。依依姐姐，我们每天都买汤给爸爸喝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赶快再喂。老婆，你是谁？对不起，你是。所以石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只是间歇性失忆。间歇性失忆。也就是说，可能以前的事情什么都记得，也可能什么都不记得。怎么讲？可能他之前注射一种刺激性的药物，导致脑部严重受损。那还能好吗？失忆的部分不好说，有的人可能三五天就会好，有的人可能一辈子。你们要尝试带他去有意义的地方，让他恢复记忆，也许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客气。姐，你去过大公司，果然不一样。这个东西看起来复杂多、精致多了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反复推敲，现在差不多也完成了。希望石先生戴上以后可以继续用。哇，玉姐，你的机械手臂一代比一代更高端哎，还发亮呢。哎，还好吗？依小姐，都好都好，好很多了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帮忙照顾丹丹。说起来真的很惭愧，我竟然可以连自己女儿都忘记。这又不是你的错，这照顾她一点都不累的。石先生，你看，你看我带什么给你？这是最新的机械手背，我想要找你测试一下，因为这些数据可能还有一些东西要调整，可是还是需要你帮我测试一下那些数据怎么。不要，不要再折磨我了！不要再折磨我了！爸爸了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他好不容易才回来！不要！不要！先生，你不可以这样闯进来！先生，先生，哎，滚！干什么？先生，到外面排队去！在这儿我叫保安了，我告诉你！哎，你最好给我乖一点，帮我看看我到底怎么了。麻烦你手先放下来，我才能帮你做诊断呀，是吧？哎，李先生，好。怎么样？这个，少废话，直接说。你胸腔里面长了一个很大的东西，具体是什么东西我们并不清楚，但是我们推断这东西可能会越长越大，最后遍布你的全身。所以我们建议你呢，最好是动个手术，这样的危险性会降低一些。这个还要详细的判断我们才会。你他妈是个医生，说230万。
先生，我把机器手臂放在这里，人生还很长，希望你不要放弃。再试试看，给我自己重新健康的机会，也为了我的女儿。我帮你。这手背，我知道很多东西需要改进，少了几个冰层吗？我一定把它做好，让你重新回到球场。好，谢谢。依依姐姐，木叶哥哥怎么都没有来看我？我想他了。木叶哥哥啊，他在跟我们玩捉迷藏，等他玩腻了，他就会出现了。已经长大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依依姐姐用这些哄小孩的话是骗不了我的。你们是不是分手了？问什么问题呀？木叶哥哥这么好，我怎么会选择跟他分手呢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木叶哥哥很帅，你不要他，以后我长大就是你的情敌喽。哇塞，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，没想到你这个小鬼都要防。不喜欢你这一款的。周末啦，我又来了，方木野在吗？知不知道我们的孙子很任性，都不理我。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我好难过。可是我不能哭，我怕我一哭，我把他推得更远。
那好臭哦。反正那浴室不行，扫好。也行，也行。